中越松山俯瞰天下，九七黄河气吞万里。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位居天下之中，扼守现代综合交通枢纽，连天接地之地利，成改革开放之天使，在中原大地上奏响了一曲闻名业内的创业华章。 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整机装配、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收获机械专业制造商。公司位于中原腹地，正西新区荥阳，成立于1995年，占地面积300余亩，员工500多名，现有技术人员70多名，一线技工技师67人。 公司总资产约4.2亿元，流动资金约1.7亿元，企业工商银行信用等级为2+1加级，公司年销售额达5亿元。公司采用先进的 OEM 运营模式，拥有完善的收割机、外协配套体系和营销服务网络。公司营销服务网点遍布全国达300多个。 外协配套零部件协作单位150多家，公司产品涵盖了谷物收获机、玉米收获机、花生碱石收获机3大类，100多种型号产品。公司产品畅销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中欧等地。2010年出口给印度100台。 2012年出口到几内亚50台，用于支持当地的农业生产。2015年，公司研发了4LZ-7L 链轨轮胎组合型水稻机，主要出口给马来西亚，用于当地的水稻收割。2017年，公司经过多年研发开发的自走式花生碱石收获机开始批量生产。 产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大用户的强烈反响，产品供不应求。公司深知，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引领行业创新风潮，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公司目前拥有专利200多项，其中自主发明专利8项。 并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承担国家"15-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公司被认定为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并已通过 ISO 9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先后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收获机械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郑州市小麦联合收割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获得河南省质量兴起科技创新示范企业、郑州市现代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郑州市电子商务重点示范企业、郑州市优秀民营企业、2017中国农技行业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等各种荣誉数10项。公司始终以 为农业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弘扬诚信、敬业、协作、创新的企业精神，坚持追求品质卓越、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致力打造全球收获机械名牌企业，在新改革号角的引领下，扬帆起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